我们大家都确定自己相机有准备好，然后我们一起倒数五秒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恭喜获得女宝宝！高尔宣与女友瑞德交往多年，才刚过27岁生日的他，16日进行性别揭晓派对，顺势宣布当爸。而先前与楼局说和建智打赌，如果谁先当爸爸，另外两人就要报10万红包。没想到是由高尔宣抢先报喜。没有啦，就是我们跟我朋友在打赌，看谁先生小孩这样。我跟楼局说就各包了10万，因为没想到刚决定这赌博之后，过2-3个礼拜就知道得知输钱了这样。看来这个赌注是输的心甘情愿。除了揭晓宝宝性别让众人惊喜外，高尔宣和瑞德所属团体 Change Squad 也在性别派对上惊喜合体献唱。同样为群集 Squad 团员的娄俊硕，日前才求婚成功焦凡凡，不少粉丝也关心起两人的婚事进度。焦凡凡也在 Twitch 上回应，输得很甘愿，跟楼还不急，甚至还没登记。而娄俊硕也发文表示，还没打算当爸爸。看来粉丝都比小两口还着急，期待两人能赶快有好消息啦！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完全娱乐。